大家好，今天是庞贝圣母的54日敬礼第32天。这个敬礼是由彼得·雷奇纳的圣比约神父所传播的，向意大利庞贝圣母所做的54天玫瑰金九日敬礼，在全球广为流传，旨在困难和绝望中获得恩典。请注意，这个54天的敬礼的前27天是求恩，后27天是谢恩。出于对圣母玛利亚的爱，我们邀请大家为心灵的转变、圣洁和心灵纯净祈求，也为了印度教友的宗教自由，一起做这个九日敬礼。在敬礼的第二部分，我们将连续27天谢恩的祈祷。即使还没有获得所祈求的恩宠，我们也确信一切都在天主完美的计划中实现。如果条件允许，请在庞贝圣母的画像前燃点蜡烛，手拿着玫瑰念珠，作为心中强烈信德的标记。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啊，耶稣的无爹母亲，我现今在您的跟前，您乐于听见世人以庞贝山谷玫瑰金之后的名号来呼求您，我的灵魂充溢着最热炽的感恩之情，满心欢欣地归向您。您是我慷慨的恩人，我甘宜的圣母，我心灵的母后。您确实地显示了您是我的母亲，是深深地爱着我的母亲。我悲伤时，您聆听了我。我痛苦时，您安慰了我；我苦恼时，您给了我平安。那时，悲哀和死亡的疼痛围困着我的心灵，而您，我的母亲，就从您庞贝的宝座上，以怜悯的目光给我解困。有谁曾怀着信心向您求助，而不蒙您俯听呢？只要全世界都知道您是多么美善，知道您对受苦的人是多么慈悲，那么所有的受造物都会投奔到您的庇荫之下。啊，庞贝童真母皇，愿您被我和每一个人，被众人类和众天使，从天上到人间永受赞美。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母后万福，仁慈的母亲，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甘宜，我们的希望，厄瓦子孙在此城市向您哀呼，在这涕泣之谷向您叹息哭求，我们的主保，求您回顾怜视我们。一旦流亡期满，使我们得见您的圣子，万民称颂的耶稣。童真玛利亚，您是宽仁的、慈悲的、甘宜的。天主圣母，请为我们祈求，使我们堪受基督的恩许。阿们。啊，
神圣的母亲，这是您的怜悯和慈悲，天主把新的恩惠赐给了我，为此我感谢天主，也感谢您。倘若您对我的呻吟和眼泪不曾理会，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愿乐园的众天使、诸圣中徒、殉道者、童贞者和经收者代我感谢您。愿承蒙您拯救的罪人，如今灵魂在天堂上想见您不朽之美，代我感谢您。我愿一切受造物与我一起爱您，也愿全世界反复合应我的谢恩。啊，赋予慈悲、美丽绝伦的母后，我要以什么来报答您呢？啊，庞贝玫瑰金枝童贞，这是您的恳求，主之恩宠便驾临于我身上。因此，我把我的余生奉献给您，并到处传扬您的敬礼。我会推动您玫瑰金的敬礼，我会向人人谈论您为我筹得的怜悯，我会时时宣扬您怎样善待了我，好使其他如我等不堪当的人和罪人也能怀着信心向您求助。愿光荣归于父、其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母后万福，仁慈的母亲，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甘饴，我们的希望，厄瓦子孙在此城市向您哀呼，在这啼泣之谷向您叹息哭愁。我们的主保，求您回顾怜视我们，一旦流亡其门，使我们得见您的圣旨，万民称颂的耶稣。童贞玛利亚，您是宽仁的、慈悲的、甘饴的天主圣母，请为我们祈求，使我们堪受基督的恩许。阿门。啊，纯洁的和平之歌，我要以什么名号来称呼您呢？圣师们称您为受造物之后、生命之门、主之圣殿、光之宫殿、天堂之荣耀、诸圣者之圣、众奇迹之奇迹、全能者之乐园，我要以什么称号来呼求您呢？您是恩宠的司库、全能的恳求者。的确，您是天主的慈悲降临于苦恼者的身上。不过，我知道当人称您为庞贝山谷玫瑰金之后时，您的心是感到多么甜蜜。当我这样呼求您时，我也感到您这个奥妙圣名的甘饴。啊，乐园的玫瑰，您被移植在这个啼泣之谷里，以减轻我们这些厄瓦子孙的忧苦。爱德的红玫瑰，您比黎巴嫩所有的馨香更芬芳。在您的山谷里，您引领神圣温柔的芳香，引领罪人的心到天主的心中。您是永久新鲜的玫瑰，被天上的溪水所滋养，在被火焰之余所烤焦的土壤中植根。美丽无瑕的玫瑰，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您栽种了上主特爱的花园。天主给你的名号是何等奇妙，愿他受颂扬。啊，列国万民，请赞美庞贝童贞的圣名，因为大地充满了他的仁慈。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母后万福，仁慈的母亲，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甘饴，我们的希望。厄娃子孙再次诚实向您哀呼，在这啼泣之谷向您叹息哭求，我们的主保，求你回顾怜恤我们。一旦流亡期满，使我们得见您的圣子万民称颂的耶稣。童贞玛利亚，您是宽仁的、慈悲的、甘饴的天主圣母，请为我们祈求，使我们堪受基督的恩许。阿们。我在狂风暴雨中举目仰望了您，您是新希望之星，在我们这个时代显现在废墟之谷上。啊，庞贝玫瑰金之后，我从苦涩的深渊中曾高声向您呼求，惊艳过您这心爱称号的大能。万福，我要时常呼求万福。啊，仁慈之母，恩宠之大海，慈爱和慈悲之海洋，谁能堪当歌颂您玫瑰金的光荣，歌颂您冠冕的胜利呢？世人正要摆脱耶稣的怀抱，投入撒旦的罗网中，但您却从那个撒旦曾吞噬人灵的山谷中给他们带来救恩。您在异教神庙的废墟上行走，大获全胜，并把您统治权的脚凳放置在崇拜偶像的腐败土地上。您把死亡的地方转化成复活和生命的山谷，并在您仇敌所霸占的土地上建立了避难的堡垒，迎接一切人，为了拯救他们。看，您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孩子，在这里给您建立了宝座，做您奇迹的见证，做您仁慈的奖杯。从那宝座上，您从您特爱的孩子中也召唤了我，并以慈悲的目光凝视了我这个罪人。圣母，愿您的作为永受赞美，愿您在这个荒凉灭亡之谷中所行的一切奇迹永受赞美。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母后万福，仁慈的母亲，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甘饴，我们的希望，厄娃子孙在此尘世向您哀呼，在这啼泣之谷向您叹息哭求。我们的主保，求您回顾怜恤我们，一旦流亡期满，使我们得见您的圣子万民称颂的耶稣。童贞玛利亚，您是宽仁的、慈悲的、甘饴的天主圣母，请为我们祈求，使我们堪受基督的恩许。阿们。啊，圣母，愿一切唇舌歌颂您的光荣，愿黄昏把我们和谐的祝福传达到第二天，愿万世万代都称您有福，愿普世大地与天上九品天使都反复地说您是蒙祝福的。我也要与众天使、总领天使和率领者一起称您三次有福，并与天上的掌权者、异能者和宰制者一起称您三次有福。我还要与上座者、格鲁宾和舍拉风一起称您是至有福的。啊，母皇，我的救援者，求您不断以仁慈的目光怜恤这个家庭，怜恤这个民族，怜恤整个教会。我特别恳求您不要拒绝我最大的恩宠，切勿让我因我的软弱而与您分离，
请让此一刻在我灵魂内燃烧着的爱和信德能使我坚持到最后一口气。求您使我们所有对您庞贝圣殿的荣誉和慈善工作的发展有所贡献的人都能加入被选者的行列。啊，圣母的神圣玫瑰念珠，我把你紧贴在我的心上，并恭敬地亲吻你，在这里亲吻你的玫瑰念珠。你是修德的工具，是获享天国的宝贵功劳，是我永恒救恩的保证，是捆绑仇敌有力的锁链。为那些在世时恭敬你的人，你是平安；为那些临终时亲吻你的人，你是胜利的许诺。啊，母亲，在我临终时，我等候着您，您的显现将是我救恩的标记，您的玫瑰金将会为我打开上天之门。阿门。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母后万福，仁慈的母亲，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甘饴，我们的希望，厄娃子孙在此城市向您哀呼，在这梯气之谷向您叹息哭求。我们的主宝，求您回顾怜视我们，一旦流亡期满，使我们得见您的圣子万民称颂的耶稣。童真玛利亚，您是宽仁的、慈悲的、甘饴的天主圣母，请为我们祈求，使我们堪受基督的恩许。阿门。圣洁的童真女，请允许我称颂你，请给我战胜仇敌的力量。神圣玫瑰金之后，请为我祈求，使我堪当承受基督的恩许。啊，天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圣父，主耶稣曾教导我们怀着信心向你求助，并称你为我们的天父。啊，仁慈的主，你赋予慈悲宽恕，借着无颠童真玛利亚的转导，求你俯听我们这些乐于被称为玫瑰金孩子的人，求你悦纳我们因获得恩赐而献上的卑微谢恩，请使你在庞贝圣殿为他所建立的宝座每天都变得更恒久光辉，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功劳。阿们。神圣玫瑰金之后，为我等起。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庞贝圣母谢恩敬礼第五天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一起祈祷。愿主降福你。